人一旦上了年纪，健康往往就会下降，尤其是肾健康。俗话说十个男人九个虚，中医讲究以肾为本，很多养生的秘诀也在于对于肾的调养。但是现在大部分男性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合理，承受的压力又很大，导致肾受到了损伤。酒精和浓茶，浓茶中含有大量的茶碱，可以刺激排尿。很多人喝酒的时候喜欢喝茶，一边喝酒一边喝茶，茶碱的利尿作用会导致乙醛没有分解就进入肾脏，造成肾损伤。嘌呤高的食物，食物中的嘌呤会导致尿酸排泄紊乱，会形成尿酸结晶，出现高尿酸甚至痛风和肾脏损伤。常见的食物有鸡汤、海鲜、红肉、动物内脏、香菇。肾一旦受损，如果没有及时挽救，会给男性朋友造成无法挽回的痛。唾液少，如果你唾液过少，常常还伴有心烦失眠、手足心烦热、潮热、大便秘结、舌质红绛、舌苔上或无苔，基本可以断定是肾阴虚引起的唾液过少。听力下降，如果感冒或者肾气不足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感受，那就是听力会下降许多。中医认为肾气的旺盛和衰竭直接会影响到耳朵的听力。肾好，肾气足的人听力自然就好，如果肾不好，肾气不足，则不仅会导致听力下降，还会伴有耳鸣、心烦、注意力下降等症状。小便有异味，正常的尿液是不臊的，放久了才会产生异味，如果刚撒出来的尿就有异味，则是肾不好的信号。比如出现氨味，说明尿液已经在体内被分解，警惕是膀胱炎或尿潴留。男人需要补肾，特别是肾阳不足，当男人感觉到精神不振、乏力、性欲弱、四肢发凉、夜尿多、腰膝酸痛等表现，不仅会影响日常的生活质量，严重会还会导致肾脏的代谢，容易诱发肾病。抓耳朵做法，每天刚醒没起床前，可以通过拉、拨、扯、轻捏等多种揉搓方式，注意力度，双手揉搓耳廓3到5分钟，达到耳朵变红即可停止。中医上，肾主藏精，开窍于耳，耳朵是人体肾脏在外的反射区，因此耳朵的状态就代表着肾的状态，因此每天早上揉耳朵以疏通经络，刺激到肾，增强肾功能。黑桑葚，男人滋补的最佳拍档，每天一杯，胜过羊鳖鲁茸。喝一个强壮有力的肾脏，中医认为要以食为上，养肾黑味佳，五脏食为养。桑葚作为黑色食品中的佼佼者，既可入食又可入药。中医认为桑葚味甘酸，性微寒，入心肝肾经，味滋补强壮，养心益智佳果。自古以来，黑桑葚就是人民生活的首选补肾果实。在古代医书上就有记载，滇南本草说桑葚能90固肾益精，无发而明目。桑葚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维生素、氨基酸、胡萝卜素、矿物质、葡萄糖、蔗糖、果糖、鞣质、苹果酸、钙、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乙克酸等成分，营养是苹果的5-6倍，是葡萄的4倍，具有多种功效，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桑葚含有大量的活性蛋白和益肾因子，专门各种肾虚的症状，充分激活男人的肾气和元气，增强男人的性能力和精子的产量，恢复男人的雄风，是补肾壮阳效果最好的水果，没有之一。桑葚的另一营养优势是其中的无机盐，钙果尤其突出，堪称高元素食品，如钙、磷、锰、铁、锌、硒等，不仅诸多干果，就连许多高营养食品都无法与之媲美。桑葚如何吃能发挥最好的壮阳效果？医学界认为，桑葚就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和丰富的硒、钙、铁、锌等微量元素，苹果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C、胡萝卜素、花青素、白藜芦醇等抗氧化生物活性成分，具有生津止渴、
补肝益肾、息风滋阴、黑发凝目的功效。桑葚酒饮用后，对老年人、男性、女性都有很多好处，适用于肾虚阳痿、精子减少症，是治男性不育的良方。桑葚泡酒，准备250克桑葚，洗净晒干，把桑葚放入干净的容器中，加入适量的冰泡，然后倒入白酒，最好为45度的白酒。切记白酒一定要没过桑葚，密封好，一周后即可食用。桑葚酒是水果酒之中的极品，能完美保留桑葚最滋补的效果。男人每晚一杯就够了。常言道，除伏防中暑，中伏除病根，莫伏夺老虎。中伏除病根，也就是现在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今年中伏从7月27到8月15共20天，中伏天吃桑葚补肾效果翻倍，比人参还滋补。如果男性有生殖亚健康的问题及精子活力不够所导致的不孕不育问题，可以多吃桑葚，它对男性死精症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如果正在备孕的男性，不妨在这个季节里多吃些桑葚。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la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laration None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xfiliate 仅18188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filiate 仅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content-title, font size18px color 仅2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仅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 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 m PGC-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仅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U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U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 0 Static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